大大祖先，先生祖先，你得好吗？我想介绍自己，我名叫阿里苏珊蒂，我今年系40岁，我结咗婚，我有一个女4岁，我想喂狗，我读书都中学毕业，我有个作业系新加坡2年，同埋系香港5年。我工作是清洁屋企、洗衫、烫衫、煮餸，同埋买餸，同埋照顾小朋友、照顾婆婆。我想做嘢喺香港，我想搵多啲钱俾我嘅屋企人。我希望太太同埋先生请我做嘢喺香港，我会做嘢勤力老实。我希望太太同埋先生请我，唔该太太，唔该先生，再见喺香港，拜拜。